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为你而调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多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开路开路开路。好，我录制开了。别担心，我们是正义的一方。哦，我来了！我们来完成任务。飞！敌人在哪儿？哎呦哎呦哎呦！侦测到我了！哎，我好怕！啊啊！他们在哪儿？哎哎！妈了个屯，人呢？啊，人呢？走，咱们偷人去。咱们绕个后方去偷人。怎么又被侦测到了？耶，这么好的偷人位置没看到人。那只能证明他们在这个里面打。果然看到你了，呀，人呢？哎，你妈的，被他偷了！哎，手柄操作是这样的呀。啊，好，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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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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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哎，什么鬼？怎么又送了？哎，手柄操作是这样的呀，不信你们也拿 PS4 打一把。这个是 AI 啊。好，杀了一个回来，但是后面又复活了，被小兵干了。刚才跟前面那个人对枪，被他干的有点残。哎呦！声呐侦测，我躲一躲。妈的，等会要被干。哎呦！但也可能是延迟的问题，毕竟我人身在大陆啊。去连那些境外的服务器。哎呦！妈的，这那么嚣张，那么嚣张，都打进家了。今天这个房间全是高手，你看刚刚卡了一下，是不是？刚刚看死亡回放的时候，我们试一下，如果一直这样，我们就换个别的。你妈的！哼，看我装逼失败！妈的，我用生命来告诉你们，谁他妈说手柄比鼠标键盘好的？那帮人绝对是只打单机不打联网。你连个网试试，瞬间干的妈都不认得。对面可能有人吧。哎，靠！哎，大哥，不要让我一直装逼失败了。为什么昨天晚上打的那么顺？哦，好好好好，我把他干了，但是泰坦把我干了。马顿，等会儿我也要开泰坦，泰坦人呢？人民倒下，现在吗？哎呦！这没办法呀，肉身是打不过泰坦的。哎，不过我应该飞上去的。哎呀，好久没打忘了。去找一下那个泰坦。哎呦！泰坦正在待命，随时可以呼叫。哎，我想去那个去抠他电池的。
我们先不要召唤泰坦。哎，我怎么就上不去嘛？难道不能用抓钩上吗？你的泰坦就绪。哎，我不信的呀。啊，咱们的泰坦。哦哦，好溜。哎呦，你看是有点卡。你别跑呀！我扣你电池，扣你电池。啊，我在咱们泰坦头上，可以。他们的人呢？我自己的还没召唤。操作太蛋疼了，我要召唤泰坦了。等待泰坦降落。哎，我让开，我不想带你上。登机。我看看今天。网速没昨晚那么好。哎！哎，不要。我们被压着打了，来个反败为胜吧。哎，不要。目标摧毁。啊，好，目标摧毁。然后把这个电池接起来，离机才能捡电池。能量引致攻击系统。好，再登机回来。你们回来了，有攻击机发射，高级电子攻击，他们赢了，让他们去吧，快撤。你来啊！哎呦！哦，自爆了！这是队友，看一下队友。妈的，队友也很菜嘛！哎，看见没？还有比我还要菜的，还有在我下面的。但是你看他下面写的聘，确实他写的高。哎，再来一把。还有狙击枪，那狙击枪没那个呀。资金不足，那我换这个好了。哎呀，都要钱，换这个嘛。核能弹射，妈的，我还有钱买这个？哎呀，进来。哎，怎么今天我一播泰坦就那么多人看嘛？
为了边境，再多战斗都值得。占领并坚守。好，一杆喷子枪，谁与争锋？这个房间里面是 C 点。站好了，走上去干。敌方已强化 A 点。哎呦呦，丢不死你，妈的，你们两个也要死。耶，没炸死他们吗？看来这些老外也不用金属瞄准嘛，也没有用机瞄啊，也就是这样直接杵的。哎，不，妈的，从天而降，你们可曾记得一套从天而降的掌法？狙击枪吧，那是。不，哥哥们，你们要不要那么狠呢、啊？妈的！哎，我很少打这个对战，对地图不熟。一开始是这样的，淡定，淡定。点强化了，做得好。哎，我算拿了个助攻。敌方已占领 A 点，我们落后了，大家加油。 C 点也在被占啊？不是吧，敌方强化 A 点了，占领它。好， C 点已强化。妈的，他们泰坦都出来了！哎，你来啊！哎呦呦呦，厉害厉害，你来啊！哎，他们泰坦人，我想拿榴弹炮去撸他几炮。哎呦，哎呦，大哥，不要去招惹他啊！对了嘛。再见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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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哦哦！妈的，装逼失败！他们撤退了，反击！去你妹的 ！B 点强化了，做得好！啊！被他一拳头。老子抠你电池！啊，他放电了，但是那个电池我还是抠了，电池等于血量。来来来来来来！你在这后面是吧？哎，不应该这样跳的。好，但是他已经快爆了。在哪儿？
人呢？敌方已占领 B 点，出来装逼呀、啊！强化 C 点占领他。哎，妈打我干嘛？我是啊，操！干！被人阴了，我也94%了呀，快了。咱们自己的泰坦呀、啊，还亮了那么多衣服，自己人不会被踩到啊！好，等待泰坦降落。可能好像改了一下泰坦技能。来呀，互相伤害呀！掌控全局了，哦，我还有这个技能，咻，哎，你要跑，哎，来呀，哎，你来呀，妈的人呢？看到了，在墙后面，我神一般的意识，你看我猜中了。你他妈去死！哎，你干我呀！敌方已占领 C 点，他们领先不多，还有机会。老子伤害可以反弹的好吗？你去死吧！焊死你！啊，你爆炸！干嘛？哎呦，走！再见！哎呦，核爆跑了！再见！装了逼就跑，真他妈刺激！妈个屯，妈个屯，怎么就败了嘛？你去死！有人问你要干什么？我就是要干他！我靠！刚刚他这一枪，哟，火箭筒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，人家那么大一杆枪，你站在窗口去杵他干什么嘛？疯了吗？哎呦呦，跑又跑又跑又，好，结束了。哎呀，有人问这啥游戏？这么好玩的游戏肯定是 CF 呀！除了 CF 还有什么画面有这么好吗？有什么游戏的画面有 CF 这么好吗？啊，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？虽然我是在胡扯。我胡扯起来自己都信。主要武器啊，哎，主要武器还是用这个吧。妈的，钱不够。
我要浪人。雷暴。雷暴其实可以拿来，但是我好像买不起。雷暴就是刚才我去爬别人泰坦头上嘛，然后他妈的放个电把我电死，那个可以就可以拿来相当于防御一下嘛。担心，我们是正义的一方。我来了，宝贝儿们！赏金追击，我操！参与部队增援接近中。我还是跟着队友走吧，我太菜了，而且我这个适合近距离怼啊。哎，不管了，上去就是干！妈的！啊啊，被别人干了！好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什么你妈的榴弹，拿榴弹干我，我擦。哎，我先爬上去。他那个带名字的就都是玩家，然后那些旁边有些小兵全是电脑。我只能短兵相接，妈的，看来不对，我还是要看模式啊，有些模式不一定适合用喷子枪。哎，空中被人干死，我得想办法怎么接近他们。哦，我操，他弄了个那个呀！我靠，这好大个龟头啊！螳螂不藏，黄雀在后啊！看到你了，好，空中射杀。A 区没有残余部队势力。我再往回头走一下。有没有人吗？哎，跑个屁！哦呦，上去帮我干他，报仇！哎呀，想上来干他的，手柄的确没有鼠标那么灵活，转身，关键转身没那么快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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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鬼？哇、哦，干掉他！哪里？上去就是干，不要怂，就是干。看到了，在那个位置，干掉他有，老大干掉他有赏吗？有赏我就干，老子要钱不要命。只要有了人民币，叫我干什么都可以。什么他妈敌方就获得赏金了？操，那说明是敌方先干爆的。啊，我不管了，重生为泰坦。
严重打击，好，还有机会。我拔出了一把刀，有基佬开我哭脸，我现在是原氏。什么鬼？妈的，里面有东西！哎，你不要管他了呀！哎，你要怎样？跟你刚了！哎，我错了错了，我自爆。哎呦，妈的，我没玩过这个带刀的，我应该先那个过去，先往前冲过去，他冲的时候可以隐身一下。到你头上，拔你电池。招式现在解决他。他给我这都放闪电了，你看。所以说你能学个那个闪电技能其实还挺有用的。哎，这是谁的泰坦吗？我可以去做吗？啊，应该是谁开的就是谁的，应该是专属的。妈了个臀！哎你，这根管子尿的好软。哎，你要怎样？哦，我在你屁股后面捅死你。好，原石上去砍死他！我、哦、怎么我就被弄死了？他自爆能爆那么远吗？真是厉害了！哎呦，谁呀、啊？啊，目标已击杀，好漂亮！哎呦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没有残余部队势力。咦，他，好，可以。啊，自觉，妈的吓死我了！我以为跳到他面前了。哎呦，空中被干。反个球！不要怕，就是干！哎呦，我蹲下来可不可以？哎呦！不是，那是什么？啊，开了！怼死你们！哎，谁他妈开的闪电？老子爬上来！哎呦，靠！妈的！被这个人一阵猛砍。人呢？老子也可以砍人了。敌方获得赏金。哇，这个技能，好，可以。你他妈来呀！你不要跑！哎呦，啊，你没看到我！你他妈来呀！老子也要砍死你！穿到你背后，是不是很惊喜啊？我们遭到严重打击，但还有机会。来呀！哎，爆了！你干个球！妈的，你去死！让我休息会儿。我们没办法翻盘了，撤退，下次再讨回来。什么？往哪儿撤退吗？登机！哎，登机！我靠，我要登机！妈个臀！只下来捡个电池而已。那我的泰坦应该会自己打吧？啊，这是队友的。
哎呦，他差点就跑了。哎，有个人没跑掉。哦，他这技能。300多PIN呢，妈个屯！不行，这个枪得换，肯定不能换狙击啊。还是换回原来那个吧。换成这个。就改颜色而已，这倒无所谓。我肯定要生命值再生。悬浮，你妈的！啊，瞬间爆炸！你妈什么鬼？哎，瞬间爆炸是什么鬼嘛？神他妈就怎么就瞬间爆炸吗？好了，我下来了。我们来完成任务。大哥，我跟你走。我是菜鸟，我要跟着大哥，这位大哥带我走，大腿给我。我们不能待在这里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呦呦呦呦呦啊！妈的！你隐身了，我就看不到你了。啊？上有把枪哦，一位铁狱，现在情况对我们有利了。有把枪哦，我捡了把枪哦。上面什么情况嘛？都没人敢上去。注意，这是我的目标。人员伤亡。哎呦，刚刚卡了一下。哎，看到了。哎呀，什么被他一炮狙了？哦，近战斗狙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这还有冲锋狙，老外。下头！哎呦，妈的，把小兵杀了！没把玩家放在眼里，那些是 AI， 有名字的是玩家。继续前进，注意，跟着我的目标。哎呦！
是隐身，那些人没看了。我让他们后。哎，他们自己人。我们还能追上，别放弃。哎呦！幽灵战士呢？哎，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刷人头了？躲一下。哎呀，妈的，被人偷屁股了！我在这里刷电脑，刷的太爽了。哎呦，不要干我！妈的，我躲起来！老子不跟你见识！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哎呦，哎呦，妈的，把自己炸了，太他妈傻了我！哎呀，干！你他妈泰坦不得了是吧？你不得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。哎呦，我躲在这个里面，他看不见我，他看不见我啊！哎哎，我能出来吗？哎呀，到处都是人呢。重生为泰坦，等待呼叫中。来，哎，你说他能砸死人吗？登机了，来呀、啊！互相伤害呀！哎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我他妈甩你一刀！哎，你怎么就上去了？你去死！你去死！妈的，我自己能不能再往上涨血？他们领先不多，还有机会。哪里还有？哎呦，躲远点！啊！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搞了两个了，爆了也不亏了。怼死你！哎呦，别！哎呀，我想伤他身体的。你逼我！啊，谁？我先
先躲一下。在哪里嘛？你们这里面打的火热。你的太太快好了。我干死你！哎呦，错了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！再见。等待泰坦降落。怎么把他召唤的那么远？登机吧！你们问什么游戏啊？你看一下房间标题就知道了呀。哎，马可芳随遇登机，再见。人呢？出来干！哦，受死吧！看我帅不帅？瞬间斩杀他！穿到你身后，爆你的菊花！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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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！一刀斩！哎呦哎呦！麻了个臀，还好我刚刚赶紧躲开了，不然差点被他弄死。哎呀，还是弄不过他，搞了好几个了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自动开塔。有人上去了，他妈的，谁嘛？弄不死你，赶紧过去！收到，哎呦，不要！妈的狙击，我靠，我好害怕，我丢你个闪电雷！快去撤离舰艇运。好好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你妈的来呀！互相伤害呀，互相伤害呀！哎呀，我干脆改一下字幕吧，否则肯定还有人要问是什么游戏。我在字幕上打一下，呀呀，妈怎么变捧杀了？我靠，等会儿打错字了。啊，感谢这个爱玩王者荣耀的王者送的200个金币。嗯嗯，好。哎呦，恐怕这个最屌吧，我还需要10，那说明要去多打打钱。丢声波飞刀，短时间内治愈，瞬间移动，我暂时还是用这个。哦，这就是那个隐身是吧？哎，但也不好。
感谢这个叫拽爷伦送的100个金币啊，还有爱吃荔枝的拓跋凡译，哎，你这个名字，很有水平嘛。嗯，我看一下手机，刚才打的激动了，有没有人给我发东西啊？我觉得 PS4 上面哈，也就《泰坦陨落2》相对来讲，手柄的感觉还可以，去打 COD 和战地，真的你用手柄玩你会想死的。我就那样被干过，被干傻了。我去打个 COD， 一盘打下来一个人头没拿到，被那些高手打得麻都不认得。为了边境，再多战斗都值得。哎，我家王先生怎么，他跑到火炉旁边睡着，这个要钱吗？要啊。消灭此区内的残余部队势力，注意敌方势力，专注于任务目标。我是在 PS4 上面玩的。残余部队增援接近中。游戏机上面普遍一个游戏300多，然后如果你在电脑上，现在 EA 的游戏都在那个 Orange 那个橘子平台上面。哎，那个平台其实，哎呀，网速很蛋疼的，说真的。哎呦，我操，手柄瞄准好蛋疼！我靠，专业打黑枪的。然后 PS4 呢，它就游戏机的特点啊，它的好处在于它不烧配置，就说你比如很多打战地的，经常遇见打着打着就崩溃了什么的。电脑你要想。嗯，玩一些很屌的游戏啊，又要体验很好，那需要配一个很高配的。而游戏机呢，是属于可能两三千就能拿下来，但是它是游戏比较贵啊，得要两三百一个。各有好处吧。哎呦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哎，我偷了个人。哎，哎呦妈的，我笑了。让我上来，还有没有人？他拿的什么枪嘛？能源炮，这又是什么吗？来试一下。这附近的人呢？我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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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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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的要被抓，我跑了，再见。哎，怎么就侦测到我了？不要啊，我好怕。 A 区没有残余部队势力。哎，没人上来，妈！哎呦，哎呦！妈的，善恶终有报啊！偷了一个人的结果就是这样，啊，偷了两个，偷了两个。哎呀妈的！我跳你头上！哎，操！差了一点，差了一点。你看是有点卡呀，看死亡回放的时候，ping有点高。哎 ，PC 上和游戏机上，妈的去玩那些外服的联网游戏都是这样。哎呦，好了，把你电源。有赏金人头接近，找到并消灭他。啊？什么赏金人头？哪里？哪里？在哪儿？看到了。哎，妈的！你们先上，你们先上。
拔你电池。好招式，现在解决他，你的太太就绪。哇，我肉身战泰坦把他干了，我的泰坦，快下来，快看快看快看，哇呀，你他妈谁在上面啊？谁在上面？咱们这个队友好猛！哎呦，不要！什么鬼？妈的，有点卡。他们简直不堪一击，我们大幅领先，好功夫铁玉！什么叫好？好功夫啊！好功夫！妈什么鬼？弄死你！参与部队增援接近中。跟队友待在一起，跟队友待在一起，抱团在一起。来了呢，踩死。哎呦，谁刚才搞了我一枪？哦，好好好好，一刀斩到你屁屁后面。哎，哎呦，跑了跑了，我自爆了。好，看老夫身轻如燕。 A 区没有残余部队。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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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妈你还跑，跑哪儿去？跑哪儿去，大哥？哎，你腿长是跑得快呀，我靠！追不上。放心，我过去去搞他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弄死了！妈的，这是个玩家，玩家妈的比 AI 猛多了。爬上来，要你命！跳得好，铁玉，解决他。哦，这些泰坦不好打，做得好。我的泰坦要来了。来吧，你拔别人一个电池有好处的，那个因为可以给你自己加血，到了后面。你，哎我操，你妈的，我只能寻求进展。自爆，然后到你头上，拔你电池，怼你屁眼子。哎我操，后面还有一个，这就叫好汉架不住人多。
你们几个不要嚣张。再拔你一个电池。哎呦，他弹射了，他弹射了。啊，我又被另一个干了。打得真不错，我们遥遥领先。啊，我现在直接重生为泰坦。砍不死你！哎呀，这是同归于尽了吧？哦，他那个还没死，哪个可能？哎呦，好亏呀！哎呦呦呦呦呦！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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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大哥，拔电池。祈祷那具泰坦，每个泰坦就绪停运，等待呼叫中。我们刚下来。等待泰坦降落。队友这你妈一根激光。把他干了。在哪儿啊？那个东西在哪儿呀？泰坦没有跳啊。在哪里嘛？你把你打天上几个意思？干不死你！哪里又开打了？你们连泰坦都没有，躲在里面不敢出来呢。啊，哪里敌方泰坦？不是一个死神而已吗？哎，你麻个头！不知道你还会在这儿，死了吧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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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来了！他已经空降了，大家围住他！能不能直接走进来嘛？这猛砍，一把西瓜刀，好，哥帅不帅？到你后面了，甩一刀给你，猛砍，猛砍！哦哟，我也爆了，我也爆了。这样的呀，你们领先了，加油！他
怼不死你。哪里还有吗？哎，大哥，我要搭个车，搭个车。妈的，搭个车呀、啊！哎，有人！哼，以为这样我就看不见你了？哎呀，让我骑你头上搭个车呀，大哥！哎呦，上你头上！妈的，他放闪电了。跳得好，体育，解决他。你看，这就是头上还有一个，搭个车。妈的，这个好猛啊！他那个激光。哦，打爆打爆打爆！哎，把这个打爆了，是不是还能得更多的分啊？哎，如果几个泰坦，搞不好能把这个飞机给他焊得爆，那他们所有人都逃不了了。升级了，升级了，送了点东西。浪人就可以的了。哎，北极星也可以啊。弄不了，那暂时还是用浪人吧。还是用浪人。嗯。能放很多飞弹那个。耳麦差点掉地上，那明显是要猛得多，但是现在还用不了。什么？我靠，这什么模式啊？我怎么感觉不对呀、啊？我靠！妈的了，一来就是泰坦，在哪里嘛？哎，兄弟，等我呀！你跑那么快干嘛？你会被轮的。看到了，
哎，这个很受伤啊，别这样干。哦，也可以下来。这个位置真不好弄。你来。啊，爆了。对面也是有点凶。我将他下一回合出去。你奶奶个腿！哎呀，好蛋疼！稍微调一下。哎，老子不信！消灭敌方的泰坦。哎，一起走，不要分散，不要去那边啊，大哥！妈的，他们！这个得近战才有威力。好疼，掉了半个血。哎呦，这厉害了！有点卡，你看前面这个人走路，所以看得出来我们延迟稍微有点高。这他妈是卡死了吧？这掉线了，你敢信？神他妈就掉线了。哎，在天朝想玩好个游戏不容易啊。我靠，他还有那个什么，这个网站可以去聊天吗？我试一下。走。哇，进这个网站好慢，看来是国外的网站。哎呀，加速器那种东西也不是绝对靠谱的。用的人多的时候照样卡呀。
我跟你讲，你要用加速器，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你自建 VPN， 自己用，自己去租服务器买流量就可以了。不要去相信那些个什么什么什么专线，怎么可能有专线嘛？你自己什么与世为敌？什么意思啊？妈，哎呦！意思就是个人模式呢。那就是见人就杀是吧？小残给我讲的呀，他现在就是那样的。哎呀，市面上的加速器你也不是没用过，你也用过好多了。都是妈的一个线路，不知道多少人用。人少的时候还可以，多的时候妈卡的妈都不认得。哎，好多人呢，在街上。好，干死了一个。外面有人，外面有人。哎呦，妈的，没绕过去，被他绕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就觉得小牛还可以，只不过小牛好像垮了。每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用一天，速度还可以，然后用着用着突然有一天它就垮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呦，小牛是黑公司啊，他怎么黑了嘛？我觉得效果还可以。公司叫什么名字？客服都没告。哎，你妈非法的，肯定不能告诉你的呀。哎，你他妈去哪儿了？哎，神他妈泰坦就出来了。那非法的肯定不会告诉你的呀。哇！反败个屁！反正你妈个人战。哎！不蒙你好，这个名字柠檬不蒙，就是很酸。来呀，拔你个电池，我操，你他妈就爆了。哎呦，我只是要拔这个电池啊，兄弟们不要阻拦我呀，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我泰坦现在我还舍不得开。我们遭到严重打击，但还有机会。干死你，趁你
离机了。再见。哎呦，去你妹！好，老子重生为泰坦，下来日你！攻击你妹，再见。那个泰坦呢？妈的，你人呢？敌方铁壁消灭。恭喜你们！我有那个电木了，你还要锁定我？锁你妹！你去死！头上是吧？啾！去死吧！哎呦，自爆自爆！哎妈个腿！被他打傻了，打傻了！他妈！我们被压着打了，来个反败为胜吧！干掉了！哎呦！干，这时候还有15个人头。这两个都可以，下面这个买不起，上面一个好像可以买了。好，这个已经可以了，火箭核心，哎呀，可以可以。那这个就是属于要远程放别人风筝的。估计那个要好打一些，狼人那个就全靠近战。哎，什么鬼？那怎么就出来了嘛？选的是这个是吧？军团那个我看看，我操！
下面那是个什么火力枪？哦，好像只是加攻击而已。智慧核心那个是不是就不用瞄了呀？就跟76开大了一样吧。我看一下他那个网站，什么快一点？我也想快一点的呀。那这种游戏在大陆不可能有服务器的呀，怎么办嘛？连的全是境外服务器。你发给我什么了吗？你要我看什么？哎，我在下一回合，妈的，又是泰坦大战呢。哎呦哎呦，妈的，这个军团推线好猛！哎呦，哦，别放跑他！日塔日塔，把他干了！我操，这个优势太明显了。跟在他们后面，兄弟们，你们开路。哎呦！妈的，我离了一下机，亏了。刚才离群了。什么游戏啊？你看字幕呀，我刚刚打了字幕的。老子拔你电池！怎么了？拔你电池可不可以？在哪里吗？哎呦，靠！被偷袭了。这次我知道了。他们千万不要，我们大处理，不要离群，消灭敌方的泰坦。跟着你走。
走啊。你妈的，就用锁定而已。你来呀！妈的，你还要跑？不要追太远啊，跟队友在一起。敌方退坦击毁，警告，机体严重受损。警告，反应严重受损，反应很快动。哎呀！操！本来我想上他身上的。我靠，这边还有个北极星。消灭敌方的泰坦。走啊，兄弟们！我操，难道这是挂机的吗？啊，吓死我了，不动了。哎，别去了，别去了，真的别去了。你开盾炉也可以啊，你没必要这样啊。严重受损，身后主播能协助锁定目标。妈，乱来了。但这里有个这个。进攻敌方区域。把血加一下。看到了，友方单位阵亡，我们的防御受到威胁，警告敌方铁域攻击中。攻击你们，那我要先干他。好好好，搞定了。哇、哦、这一刀。磁能手雷，又奖励了我什么？也就是个旗帜而已，旗帜有个屁用！
就表示你升了多少级呗。有人说，请问这游戏花钱吗？啊，要的，就是付费购买的。你去百度搜一下《泰坦陨落二》啊，你看我上面打了字幕的，你就知道这是个什么游戏了。哎，让他先搜，我去个厕所，马上回来。哎呦，我回来他就好啦。占领，我先占领 A。敌方已占领 C，A 点占领。什么？被侦测到了？敌方强化 C 点占领它。那 B 点呢？说明里面还有别人。否则不会站不了。这他妈他拿喷子了吧？哎呀，那个老阴逼！哎，你的枪我换一下。哎呦呦呦！哎，我想追上去干的。我们遭到严重打击，但还有机会。那我也要拔你一颗电池，死也要拔。我死也要拔你一颗啊！他又出来捡回来，去你妹！
就是咱们自己的泰坦。C 点占领。哎，我想上你身上搭个顺风车。敌方掌控全局了。你妈，他们就掌控全局了？让我去把这个占回来呀！占领 A 点。我再把 A 点强化一下。泰坦就是敌方强化 C 点占领它。妈的，可以强化二呢。好，也有人去抢 B 点了 ，C 点也有人抢了，漂亮。你要干嘛嘛？你的枪我要玩一玩。A 点强化了，做得好。只有几把枪，我还是要我自己的。谁他妈弄东西炸我？等待泰坦降落，敌方已占领 B。看我的泰坦。什么？谁在里面？让他们知道厉害。哎，你去死！又是你！我们走。哪里有人？二话不说，一个字，那就是干。再见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他妈跑了，可不可以？哎，个狗日的！拔你一颗！哎呦，肉身战泰坦呢，不容易啊。哎，我打了字幕的呀，为什么一直有人问叫什么名字嘛？你看一下上面的字幕呀。哎，早知道我应该误导你一下，你问我叫什么，我就告诉你叫 CF。啊！被他干了，妈的，老子不应该用那个去。哎，不应该浪。谁他妈在站 C 点呢？差点弄死他。啊，这妈的，我不好弄。上去干！一个字，那就是干。两个干一个，你还怕个鸡毛？对吧？我们掌控全局了。妈，这就是 CF， 哈哈哈哈！你信不信嘛？我开始胡扯了。我跟你讲，以前我在 YY 播那个什么 GTA 五，有人问我这什么游戏，我就说 CF 五，
然后你们真的有人信了，他跑到百度去搜，然后等一会儿回来问我，哎，为什么我搜了半天没搜到呀？我说大哥，我刚才逗你玩了，不好意思。哎你，哎妈！弹权核心就绪。弹群核心就绪，听到没有？好猛！你进去站。敌方已占领 A 点。你妈个屯，你又占 A 点。下次再来体育，快撤退！弹群核心来一发。撤退点在哪里吗？这肉身还想干我，多好多好，等会儿上飞机，你们在室内听了是好牛掰。哦，我是在室内的呀，怎么了？你声音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是自动开团，把它放在这儿，谁来干谁。妈的，那边就有一个，你怎么干呀？这个 AI 好傻。哎呀，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上面写的那个 QQ 群啊，以后大家可以经常一起玩游戏啊什么的。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直播。我看我直播了多久了？你不光玩这个呀，可以玩别的嘛？那个群里面又不光是玩这个的。只是给大家一个聚集起来可以交流的地方而已嘛。你一般平时玩什么嘛？王者呀，哎，偶尔我也玩的。我才刚刚玩不久，没什么段位。我那天到我朋友的一个公司去，他拿着一块那个什么 iPad Pro， 你妈好大一块，就跟脸盆一样。他拿着那么大一个打王者荣耀，我操！我看他打得好爽，妈的，我也想那么干。没直播一天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现在播了1小时51分钟，别担心，不到2小时。我们是正义的一方。有，小心对面人在哪里？在对面吗？你们倒下！
断线。看，一位铁狱。撑着点，保持队形，向前看。敌方铁狱来袭。哎，他们人呢？哎呦，刚问，妈的就来了。你去死！你妈的，你去死！啊，后面有人，一群多少啊？等会儿啊，我等会儿找一下，因为现在我正在打，不方便去看。哎，你也可以搜一下嘛 ，LOD 的节操一群，应该直接搜得到的。哎呦！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妈的，吓着我了！幽灵战士。稍微躲一下可以回血。哎呦，又被干了。请求支援。我们领先不多，加把劲。啊，西吧。那么溜，延迟还是比较高啊！继续战斗，铁玉，你的太太怪好了。刚刚下面过来的人，那我可以从这里进去。哦，哎呦，谁？哎，哦，那是在后面。来，我在他头上打。来，咱们上下合一。那铁玉根本没得比。快掉下来。哎呀，哎你妈的，这哪边在打哪边嘛？你们是？警告，敌方铁玉攻击中。他妈的，敌方铁玉，铁你们！砍杀了、啊，掉哪儿了？哎呦，又有谁在干我？铁玉是吧？铁玉是吧？啊？他、啊、这是
在哪儿？好，跟他走。妈的，居高临下，来呀！还没人，跟队友一起走。怼不死你，怼不死你，哼，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啊、哦，我们的运兵船呢？哎，兄弟，等我呀！我跟你一起进来，大杀特杀。哎呦，那边厉害了！哎，你要爆了，哥们儿！妈！好，弹群核心已就绪。老子跑到菊花后面怼他一发，我们目前领先，你们做的妈的来了一个是吧，起来啊，弹群核心已就绪，自爆弹射，好极了，铁玉，赢了！妈的，去把他们飞机射爆！哎呦，被踩死了！你妈个臀！哎呦，这个人好猛！哎，差一点。打飞机啊，你别管下面的了，你躲回来点，人家那个要干你。你看，这好几个泰坦都在打飞机。妈的，不多，多的话能给他干爆。弹群核心好猛啊，哎，这也可以啊，极速飞弹，我们试一下北极星啊，我要播其他游戏啊，只是今天玩一下这个呀，
还换一下这个枪啊，以前没用过。那个，哎，已经进了。好了，铁玉，我们来完成任务。哦，能量武器啊！而且还不用换弹夹呀，哇，这么凶，西吧，他妈的，啊！这个人走位真风骚，我靠，我靠，好猛，他两连杀，真是天才铁玉，让他们知道厉害。哎，我死了怎么让他们知道厉害吗？快要取得泰坦了。哎呦，妈的，不该走这儿过的。妈的，远距离，这个原来他有弹道时间，远距离打这个很不好。你的泰坦正在待命，随时可以呼叫。好，哎，我直接重生为泰坦啊！队友已经上去了，你看。去抠他电池了，我现在是北极星，踩死了，跟队友站在一起，跟队友站在一起。专门打泰坦，妈的，就是不容易打准。滚！老子可以飞起来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再见再见再见，自爆！来个反败为胜吧！妈的，你也得死！击杀的真漂亮。我懂了，他那个并不凶，但他那个必须要弹群核心出来才凶。神他妈就败落了！哎呦，被他一拳头弄死了。哎，怎么在那边？
躲着躲着，你们看不到我。哎，好，上飞机，再见。我靠，飞机别被干爆了，真的被飞，真被干爆了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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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啊，是联机啊！哇，真的把飞机干爆了！这猛的一逼啊！哎，跳过，跳过。他们那个要钱买。手枪有什么用啊？肯定要反泰坦武器啊！我是妈的，这些有点猛啊！啊，这还有狙击枪呢。飞行核心移动时比较快，不用北极星啊，用什么吗？我倒想用军团的。那还是用浪人吗？浪人关键要近战，其实这个最好，输出率最高，但现在还用不了。这是最初的那个，哎，反正各有各的好，关键看人怎么用。用烈焰，烈焰我不怎么会用，试一下吧，试一下。试一下嘛，我没怎么用过这个啊。这是烈焰的简报。我操，这个好吓人。哎，怎么这把匹配了那么久？重新开始搜一把。
我给你们看个东西啊，就我那个群里面他们发的，哈哈哈哈。哎呦，我遭不住了，都是些什么变态嘛。哎呀，哎，他们在群里面发了个什么东西，我看一下。啊，哎呦，我不打麻将看不懂。好，匹配到了，匹配到了。泰坦殊死战呐、啊！我操，老子选了个烈焰，我没怎么打过。哎呀！我好烦呐、啊！哎，你妈的，屏幕怎么就黑了嘛？难不成掉了吗？我操！真他妈掉了！这真蛋疼。哎，不行，看来 PS4 也要挂 VPN， 不然还是很蛋疼。其实我也想试一把那个烈焰，是个什么鬼？看一下这个的简报呢。我操！哎呀妈的，完了，选上这个了。哎，不过也可以，这个我玩过几次，还是会玩一点。为了边境，再多战斗都值得。我操，不是吧？没有泰坦干掉敌方的铁狱。刚刚我以为卡死了，纯粹铁狱对铁狱啊！哇！哎呦！哎呦！妈的，对面好猛，干的我妈都不认得了。哎呦，这个能量武器有真实弹道啊，只能近距离杵。这明显对面猛啊，我们才杀三个。
傻了。但也有可能是延迟太高了。啊，总算杀了一个了。我们遭到严重打击，但还有机会。哎，我想回头干他们，这里人太多了。你看是有点卡。我靠，他什么枪？手枪。哦，爆头，你妈的。哦哟，纯铁狱对抗，好那哎，不过我该把这把枪换了，没有小兵的模式，拿这个反而是个累赘，你看嘛，它有真实弹道的呀，它要飞行，那些枪是瞄住就可以打得到了，你看嘛，它是这种。我靠，这么跳进来一个杀我们好几个。我靠，这是不是开挂了，收尸体了开始。哎，但从这点来看他还挺正常的。哎呦，这什么枪，你妈的，我看他怎么狙的。哎，这些用手柄的是怎么做出这种动作的吗？这是 PS4 啊。干掉了。你们这些弄得我好。换一把，换一把。哎呦。你看这各种飞天遁地的。他们马上就要赢了，操，这把被打傻了。不过也可能跟延迟有关，你看死亡回放的时候都相当的卡。这是我们的炮台，有机会个屁，人家那边马上都要满了。哇，你看他那么凶。不知道是这个枪的问题，还是这把延迟确实太高了。但是我觉得很奇怪，我现在的时候感觉不出来，死了之后看死亡回放区别很明显。他们赢了，让他们去吧，快撤。哎，是菜呀，很正常啊。如果在电脑上打这个可能要好一些。我当时买的 PS4 版的。哎呦，谁在干我？这谁他妈是自己的还是敌人的？
哦，自己的没有受伤。快去撤离舰艇域。好好好，回来。我操，他们肯定全都拿反泰坦武器在搞，搞不好飞船要爆。啊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这他妈是手柄的操作吗？听说有很多人在 PS4 上面接了个那种专用的键鼠，然后去打守望先锋。守望先锋你懂的呀，那要拿手柄打的话，那妈的你打的死人才怪了。嗨啊，大家好啊，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那玩家就要抓狂了。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。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，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。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。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。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。啊，对了，那最后的话，这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然后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，在这里输入啊7678558@gmail.com就可以了。在标题呢，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，这个100啊。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，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，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只要发送过来之后啊，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，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，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，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波单，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，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者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。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